以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姿势坐下来，坐在地上，或坐在椅子上。双脚平放在地上，双手放于膝盖上，背挺直，下巴与地面平行。如果需要，将靠垫儿置于您的后背，作为支撑。在冥想过程中，保持背脊的直立，在中途脊椎感到不适，可进行放松调整。花几分钟来调整自己的坐姿，慢慢地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。慢慢地闭上眼睛，开始关注您的呼吸。关注吸气和呼气。只是简单地将您的注意力放在呼吸的自然节奏上，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请将您的耳朵调试到聆听以下由巴哈欧拉启示的圣言。我女仆之子啊，莫为贫穷而烦心，莫以财富而自负，因富随贫而来。贫皆富而至，虽一贫如洗，却还有上帝。该是一份多么奇妙的厚礼呀！
切勿轻视其价值。因为它终将使你富有上帝的一切。你们也由此知晓此话语之意。你们却是穷人，而上帝拥有一切，这句圣言就会像那真正的黎明。在爱者之心的地平线上绽放。璀璨辉煌，稳坐财富之宝座，我女仆之子啊，我女仆之子啊，莫为贫穷而烦心。莫为贫穷而烦心，莫以财富而自负，莫以财富而自负。因富随贫而来，因富随贫而来，贫阶富而至，贫阶富而至，虽一贫如洗，虽一贫如洗，却还有上帝，却还有上帝。该是一份多么奇妙的厚礼，该是一份多么奇妙的厚礼，切勿轻视其价值。
切勿轻视其价值。因为它终将使你富有上帝的一切。因为它终将使你富有上帝的一切。你们也由此知晓此话语之意。你们也由此知晓此话语之意。你们却是穷人，你们却是穷人，而上帝拥有一切，这句圣言就会像那真正的黎明。而上帝拥有一切，这句圣言就会像那真正的黎明。在爱者之心的地平线上绽放。在爱者之心的地平线上绽放。璀璨辉煌，璀璨辉煌。稳坐财富之宝座，稳坐财富之宝座。我女仆之子啊，我女仆之子啊，我女仆之子啊，莫为贫穷而烦心。莫为贫穷而烦心。
莫为贫穷而烦心。莫以财富而自负。莫以财富而自负。莫以财富而自负。因富随贫而来。因富随贫而来。因富随贫而来。贫皆富而至。贫皆富而至。贫皆富而至。虽一贫如洗。虽一贫如洗。虽一贫如洗。却还有上帝。却还有上帝。却还有上帝。
该是一份多么奇妙的厚礼。该是一份多么奇妙的厚礼。该是一份多么奇妙的厚礼。切勿轻视其价值。切勿轻视其价值。切勿轻视其价值。因为它终将使你富有上帝的一切。因为他终将使你富有上帝的一切。因为他终将使你富有上帝的一切。你们也由此知晓此话语之意。你们也由此知晓此话语之意。你们也由此知晓此话语之意。你们却是穷人。你们却是穷人。你们
确实穷人。而上帝拥有一切这句圣言，就会像那真正的黎明。而上帝拥有一切这句圣言，就会像那真正的黎明。而上帝拥有一切这句圣言，就会像那真正的黎明。在爱者之心的地平线上绽放。在爱者之心的地平线上绽放。在爱者之心的地平线上绽放。璀璨辉煌。璀璨辉煌，璀璨辉煌。稳坐财富之宝座，稳坐财富之宝座。稳坐财富之宝座，请将您的注意力拉回到您的呼吸上。
并将您的意识拉回到当下这个时刻。慢慢地睁开您的眼睛，慢慢去适应您周围的光线。当您准备好了之后，我们将完成这次冥想之旅。请花10到15分钟去回想您刚才读到的巴哈欧拉启示的引言经的内容，并思考如何将其运用于您今天的生活。